跑不跑了？慧姐，你先坐下。别动，别动，好，别动。这样你们给他数好不好？好吧，100秒开始。好，你们安静，来我数，一，啥时候不哭了我啥时候不数，啥时候不哭啥时候起啊，没事你哭了我就不起，啥时候不哭啥时候起，还哭不哭了，把手伸直，快手伸直，手伸直，好，不伸了你就不要起了，所有人看一看，现在我要骑的横叉是最标准的啊，别动，好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好，自己说，好，继续自己说，我呀，好，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好奇哭的啊，啊，跑不跑了？这一次让你一次啊，我给你压够。跑不跑？再跑咋办？这一次咱们直接把难度动作直接学会啊，就不再玩了。提心，快点，10个自己提，如果不提我就呀呀呀呀呀！你看这鼻子。哦，你看你的鼻子。学生厕所去，孩子上厕所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看谁。好奇，这会儿很听话，对不对？来，教练问问你。呀，真老实啊，这会儿真听话呀，也不跑了也不闹了。哎，教练讲话，教练跟他讲话，你看他站着听得认认真真的，下次还敢不敢了？说话大点声。不敢了。调皮不调皮？不调皮了。能好好练不能？说到，说到，说到，做到。对，3秒钟回到你的位置，1、2、3，坐。